Hero 拿下 A 组首胜。三路高地要丢了，上下高地一丢，兵线压力太大，中路高地也要没，关羽更要杀九库，这一个人冲过去杀掉了九库，那还行。正面另外四个人活着，下奥顿直接一闪打前世，旁边没有人，他一针一个炸了过来，前世往外走，直接移动了一波，这波还行，打起来无畏这波要杀喷，这佛给到了，佛给到了，喷没闪了，这边愣杀掉了，自己还有波甲玄鹰顶在了最前方，愣，哎呀，打不了了呀，喷这波怎么直接嘎了呀？16分48秒，点击第一刀，我们恭喜南京 Hero 九进。阶段的首分到手，在自己的主场，在线下拿下了这关键的一分。在先 WE 这边，他们在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已经在第一阶段5连败的时候，在这一阶段又尝到了2连败，搞不明白，真搞不明白。目前这个连败让先 WE 陷入了非常长的沉思，那能不沉思吗？前期炸两个他压在前排，一个牛魔，一个夏侯惇，一个闪炸崩炸过去就算了，炸了打一波消耗我觉得能接受，然后还要追着打，后面还有三，那夏侯惇欠你钱吗？南京 Hero 九进，是心疼欠钱吗？真的非常好，在镜头里面一带而过，看到了教练冲出去想去贴九库，但这波九库啊强行切，哎呀闪电走掉还是顶到，牛逼，可以的，换得好，还有机会吗？点打就行。Hero 如果这波还是打人的话，一波不了的。干嘛啊？悬疑这波，必须大哥还要打，星痕被动触发，好硬啊！复活给到，但是蓝狗要被守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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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名头。点打就行，打招的，悬疑顶前顶外面，还想来4-2，点打。那么让我们恭喜南京悠久金3-2拿下 A 组。他是首胜还是第二胜啊 ？Hero。首胜 OK。 哎呀，恭喜！带的是三无双是吧？那也没有毛病啊，那也没毛病。我把我上一把给西安 W。他带三无双就是有，就证明了一个点，他出了无尽和破晓的情况下，跟上个版本的伤害是一样的。可恶，一点都没有。这跟昨天真的。A G 那个狼狗完全不是一个东西。A G 虽然说狼狗节奏亏了，但是他后期打团真的有声音的，真的厉害。但是 C N W 这个狼狗从头到尾一点声音没有。进行了2场比赛，后面还有3场比赛，希望他们加油。让我们再次恭喜南京 Hero 九进。看到你们在真的夸张，比赛真的非常好，在镜头里面一带而过，看到了教练组的成员。三路高地啊，三路高地拿什么？哎，玄影这个时候上去被控一下，呆呆的。关羽进场一个大招，牛头拆火，安安这个时候顶死打了个一换一，蓝这个时候还在后面，星痕这个时候直接留住牵涉，然后有没有一下两下大招？无畏这个时候一大撞出来玄影，玄影这个时候没大招，不过这个佩恩后头还是后面输出，然后一个闪现直接顶过去，一条命死一条命死两条命。然后这个是还有复活换一个名单，让我们提前恭喜南京喝肉酒进，没有意外，观众朋友们，没有意外，没有意外啊，没有意外，3-1，让我们恭喜南京喝肉酒进6连胜，第二阶段的首分到手，在自己的主场，在线下，专业扣在公屏上啊，兄弟们，专业扣在公屏上，没有意外，没有意外，知道吗？没有意外。在第一阶段5连败的时候，在这一阶段又是尝到了2连败。目前这个连败让先 W E。葛迷你今天5杀吗？啊，我觉得葛迷你还是很专业的呀。希望他们不要自我怀疑。在上个阶段的末尾，他们虽然3场比赛都输掉了，但他们打的都很棒。高铁掉了。但你扛完了一颗雷，还有第二颗雷，完了，这高地都掉了。这里开杀出去，查一下位置，侧面没人管。这个关羽这边硬切嘛，硬切，暗哥极限一换一，但是后面该怎么办？现在这个能点塔的人已经没了，其实成全还在，谁在？闪现进泉水，回头反点，丢，哇，直接反打，这边他已经给到复活，兵线进来了。
先把兵点掉了，又来了一波兵，又来兵卡到外面，玄影拿命，玄影拿命把兵卡在外面了。这里嬴政，嬴政，嬴政又被赶回家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点塔了，完了完了完了。